哎，大家好。我刚刚在忙我的业务。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些业务要忙，大家才可以在这里听表演。暑假到了，我们这个节目就移到外面来，然后刚刚讲过了，那也是，好吧，唱第一首歌的时候到了。的时候下雨了，燕子在屋檐下做了一个窝，电视里的新闻说英国有十几万头疯牛，梦见他们都在草地上吃草，都在草地上吃草，电视里的新闻说英国有十几万头疯牛，梦见他们都在草地上吃草，都在草地上吃草。不知什么时候停留，雨滴顺着树叶滑落地上，印第安人都从土里面长了出来，风一吹他们都跳起了舞，风一吹印第安人都从土里面长了出来，风一吹他们都跳起了舞，风一吹他们都跳起了舞。在街上晒太阳，不管明天刮不刮风下不下雨，小燕子都要从窝里飞出去，时候已经到了，不管明天刮不刮风下不下雨，时候已经到了。
再唱一首歌，时间 不早。好，谢谢志格伟伟。好，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。那如果说想要知道铁花村的其他相关资讯呢，就可以上网搜寻。